我是梁宇瑞，你还记得家的味道吗？你还记得妈妈煮给你吃的第一道菜的味道吗？这出戏是用亲情还有料理，让你寻找你对家的回忆。舞台剧《美味型男》从演戏、唱歌、做菜，梁允瑞一人饰演所有角色。可能唱歌，然后就停下来，觉得这里不错，我就记下来，然后很多时间都是几乎都是在记笔记。对，这是我蛮有趣的一个表演的经验。卖公仔，你的粉丝妈妈会以为你靠靠点点，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现在你回来，你想你不什么东西？其实他母子之间是有一个秘密的，只是妈妈不好意思问你。其实妈妈一直在等你开口跟我讲。如果你能够讲的话，其实我们应该就没事的。为什么你不说？异想世界本周带你看见《美味型男》母子间没有说出口的秘密。9月16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